不害怕。为什么不害怕呢？是我的话我也可以进去，如果我年龄够的话。如果战场需要你的话，你愿意上战场去杀敌吗？当然。你不觉得牺牲自己的生命更可怕吗？不会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咸鱼，然后为国牺牲自己也算是有点意义。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，毕竟我也是个还有老妈什么的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那如果战争来了，你愿意上场杀敌吗？如果国家有需要的话我会的。如果国家有需要的话我会的。想请问一下，你害怕打仗吗？打仗其实我挺害怕，因为一旦打仗了，那我认识的可能那些人就会伤亡，也有可能看到亲戚朋友离开，肯定会难过的。要是国家前线需要你上前去打仗的话，你会去吗？也会去啊。害怕。那假如战争真的来了，你会上前线去杀敌吗？我应该会参，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啊，或者是志愿者去帮助其他人。害怕，肯定是害怕的，但是就是等他来的时候。那你如果战争来了，你会上前线去杀敌吗？国家有难，就是肯定是要去的。不害怕吧，真正身临其境，可能会还是要负一定责任。